日首先呢，好多谢晨曦同埋明星足球队今日呢係同我哋踢波仲一齐食饭。多谢晒。咁首先呢，我多谢我警队嘅兄弟，因为真係好撑我。冇佢哋撑住。你两队一定要啊，至少要我靠佢哋啊。另外呢，今日呢我好兴奋，因为我见到好多偶像啊。由阿成龙大哥开始，到阿 Alan， 到阿智慧，到阿 Ben， 到咁多位。全部都是我偶像，所以呢我心跳得好紧要啊。其实呢点解话去区议会讲嘢咁叻呢，因为呢就係听下智慧嗰啲呢开心词典啊。哇，好危险咁样。开心词典啊，就係、是、咁样呢就係、是、先学到。咁另外呢，其实我做警察呢，我係学阿成龙大哥啊，学阿方中信啊，咁就全部呢就学你哋呢，我唔知点做警察㗎，睇下睇下识做啊，唔知点解呢，睇下识做啦。咁另外呢，今日呢我其实呢好憎你嘅，知唔知，因为我老婆鍾意你多鍾意我。哇，冇办法啦，罪名冇办法，冇办法啦，因为我都鍾意你嘅。好啦，今日真係好多谢咁多位嘅踢波嘅朋友，同埋咁多演艺嘅朋友。其实大家系老友，全部在心中，唔使讲嘢㗎啦。只要你哋系俾个手指公我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多谢晒。2月18号嘅鳄鱼潭，而家先有时间同大家录今集嘅鳄鱼潭。咁大家吓瞓醒觉，或者系琴晚开始，你都见到好捻多吓惨不忍睹吓不堪入目嘅一啲嘅照片同埋一啲嘅短片。当中里面咧就有班老皮老骨老春代，依个缩水阴囊咧就系烂波子嘅扑街咧，就系依啲嘅明星叫鸡足球队，同埋依个屌你老尾吓依扎嘅死黑警，一头揽头揽颈喺度咧就系食大餐饮酒饮捻。到烂醉喺度唱 K， 咁啊依种嘅情景咧，咁啊好老实讲，如果你话一班嘅东亚病夫吓、中华儿女吓，依一个嘅华南珠三角嘅情况，见到一班五六十岁吓、年华老去吓、身体机能差吓、踎低起身见头晕吓、肾衰竭，你喂老味陈一身开始烦扰紧佢嘅老盲人吓、连盘一班人咧就系、是、呼朋结友吓、称兄道弟，大家饮到烂醉，咁呢啲嘅场合咧，喺一啲嘅大东亚共荣圈里边嘅东亚病夫咧，就成日都见捻到噶啦。喺香港一啲嘅 K 场、夜场，成日都见捻啲噶啦，垃圾啊，就是、最捻中意啊，着啲嘅 polo 恤、反领嗰啲嘅木嘴咧，就系、是、做呢种嘅动作。咁啊，无可厚非嘅东亚病夫啊，你 expect 佢哋一齐嘅时候会有啲乜捻嘢做啊？大家嘅品味低劣啊，屌你书又唔捻肯读啊，毫无高尚情操，除咗系饮酒唱 K、屌閪叫鸡呢啲咁嘅低下嘅呢啲嘅品味嘅活动之外，难道你 expect 呢班咁嘅老男人系咪喺度啊？屌你，大家喺度读海。有读书会打桥牌吓，讲下呢一个嘅世界国际大事，讨论下莎士比亚，又或者睇下你睇过边一本嘅世界名著，大家分享心得咩？又或者系大家互相交流野生动物嘅一啲嘅奇观，大家边个去过东非睇过大自然嘅动物大迁徙？开玩笑啦，呢班咁嘅垃圾又点会识得呢一样嘢咧？咁啊，所以琴日你见到呢扎明星叫鸡足球队同埋一扎嘅死黑警，唔知发生咗啲乜捻嘢先有联谊，都唔知。知道边个请边个，边个宴请边个，当中里面吓牵涉到吓警务人员啊，受到一啲唔应该吓，即系超出过佢哋限额里面一啲嘅款待吓，涉嫌会唔会有呢啲嘅吓收规啊吓，防止贿赂条例嘅一啲嘅问题咧？咁啊，希望 ICAC 咧就勇于去彻查啦。呢啲嘅嘢咧吓，可大可小噶嘛，一阵间再同大家解释点解。嗱，原本啊一大把啲咁嘅老男人吓吓，屌你老母！肌肉松弛，屎忽松懈，屌你老尾吓！怀念过去光辉嘅男人，一齐喺度饮酒唱机，大饮大食，呢啲嘅情况就应该喺东莞口街或者系呢个长安区里面发生嘅。咁啊，当然跟住仲有乒乒乓乓，就之后哎松啲，停停，点解跟捻住有走六七十条女落嚟，跟住老板你好，咁跟捻住咧就讲话我是湖南的，我是台北的，我是呢、這个唔系我是呢个北京的，我是呢、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连串呢扎嘅。
啊！屌你咩賣淫大軍，講佢哋嘅籍貫同埋佢邊一個城市。咁呢班嘅老男人咧就喺度不停喺度咧就平頭品足。喂，志偉你先啦，摸下姐 Sir 你嚟先啦。屌做乜撚嘢啫？一哥喺度，今日一哥係主啊！我哋真係不可以分這個遮塵，不要分這個果子，就一定要讓這個 PK 等嚟揀先啊嘛！成龍咧就跟緊住咁嚟搶先咁樣去講啦。咁啊 PK 等就而家謙遜一輪，唉、哎、點可以咧啊？強兵不壓主，梗係阿倫嚟去揀先啦。咁你跟緊住咧就屌阿倫呢個雞蟲咧就係當仁不讓咧就係屌你老尾，哦哦哦人哦女啊女啊神咁啊衝撚咗出去揀女啊！咁但係奈何依家中國武漢新沙士嘅呢一個嘅嚇、啊、搞緊到啊成個大中華民不聊生嚇、啊，應該有嘅夜生活，應該有嘅依一個嘅東莞十八式，應該有嘅依個燈紅酒綠嚇，屌、啊、你老尾！到俱往矣啦，咁唯有咧就唔撚知琴日依個私人聚會喺邊度，仲要帶鳩埋啲警嫂一齊去出現添，咁啊屌你老尾廢依個嘅年老色衰、老弱殘兵過去明星匯集黑警冚家大細大會唱就出現咗喺依一個咁嘅場面裏邊啦，咁啊可能你會話鱷魚你唔好咁撚戇鳩啦，有啲乜撚嘢大不了啊，哈大不了嘅地方就喺依度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已經進行到禮崩樂壞，係嘛？所有嘅制度、所有嘅嘢都唔跟我哋喺港英時期嘅輝煌光輝日子裏面咧，跟翻足以前嗰個樂譜咁樣去玩，取而代之嘅一連串啲嘅私商授受、啊、大家嘅港關係嚇、啊，屌你老尾！大家嘅呢一個嘅唔跟法治去做嘢，大家不避嫌嚇、啊，大家利益輸送，真真正正同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匪國就接撚咗軌。我哋曾幾何時，英國人留低俾我哋嘅好多嘅一啲嘅優美嘅制度，一啲嘅高雅嘅情操，到俱往矣啦，君不見啊！1997年之前啊，我哋嘅警務處長啊，會喺大庭廣眾裏邊屌你老尾攬頭攬頸，同啲咁嘅屌你老尾過氣明星嚇。啊唱 K 屌共用公筷夾雞囉柚嚟食嚇，跟撚住再攞嘅筷子係撩碗，屌你老尾乾燒衣麵俾矮仔去屌你老尾佢吔，唔會噶嘛！大家都有自己嘅崗位，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場。你係一個執法人員，就一定係要同大家保持一個距離。點撚樣解啊？執法啊嘛，話到明執法，難保你有一日突然之間喺夜晚嘅時候，呢個 PK 等接咗一個電話，大 Sir 有問題啊？咩撚嘢事啊？你知唔知幾撚都點啊？頭先有一個電話我係收到啊，係反黑組裏邊啊，同埋依一個嘅得啲帶隊去查牌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到喺當中裏邊有一個房間有兩條靚妹孖妹嚟嘅，加埋都唔夠32歲，兩個都唔等夠正，咁而喺個牀上面嘅係任重大哥啊，咁啊點啊？任重大哥你女朋友嚟噶嘛，同你一齊唱歌嘅喎，咁點樣樣算啊？啊咁啊，屌你老尾！你求緊其揾佢導遊認撚咗佢，跟住喺後門放撚咗任重大哥啦。嗱，依啲嘅情況咪會出現咯。突然之間，啊屌你老尾，阿姐 Sir 又收撚咗個 call。阿姐 Sir， 隔離隊 B 隊去依一個販毒嗰陣時候，發現咗一個酒吧裏邊嘅登記嘅老闆係、那個侏儒啊，做乜撚嘢事啊？有啲乜撚嘢問題啊？酒吧咪酒吧咯。哇，裏邊有好多 A B C D E F G H I J， 就係冇嗰個 number 嗰啲嘅藥丸賣啊。咁屌你老尾！捉唔捉佢好啊？哎呀，你明知啊，矮仔阿侏儒同我屌你老母一齐食过依一个红桃伊面噶嘛，仲肯使问嘅？屌你老味，放紧咗佢啦！喂，将嗰啲 A B C D E F G H I J 冇叫我个 number 嗰啲嘅每一个字母嘅药丸冲紧咗去垃圾袋啦！吓、啊，屌你老味，跟住抌紧咗街算数啦！毁尸灭迹啊，知唔捻知啊？使唔使我教啊？啊，学堂我冇教你啊！屌你老母！依啲嘅情况，大家点可以避免呢？正正就系港英时期嘅依啲嘅吓警务人员，就系唔会咁捻戇鳩。就屌你老母同你班咁嘅垃圾黐到咁撚近嘅距離，喂，我係官嚟噶嘛，我同你啲庶民梗係保持咗距離啦，點可以係咁撚樣啊？但係你睇下而家97過去22年，屌你老尾，依啲東莞口街式嘅依啲嘅娛樂，完全啊入曬我哋依啲嘅警務人員側邊，完全不避嫌，完全就係屌你老尾，就算你知道又如何？可能你會話以前嘅警務人員咪一忍讓有貪贓枉法包庇呢啲咁嘅撚嘢，但係有冇去到咁撚公開啊？有冇屌你有冇將呢啲嘅嘢嚇完全啊俾你嚇打開個肚皮俾你睇啊？依一個嘅戇鳩 PK 等，
竟然夠膽死大庭廣眾裏面話要學習下方中信啊喺電影裏面嘅屌你老尾嘅警察而作為佢做警務人員嘅榜樣，冚家產！你有冇撚睇過《竊聽風雲》啦？你知唔知方中信做一個廢柴嘅警察，佢個老婆俾個同袍撬撚咗長腳，中撚出賣啊！仲要瞓過佢嗰張牀啊！喺佢個嚇屌喺屋企裏邊張大牀屌佢自己個老婆啊！大到頂帽綠一綠色啊 ！PK 等你係咪想學啊？屌你老尾，我都覺得有啲端倪㗎啦！你送撚咗個老婆同阿倫去合唱，大家互含唔係互係啊！大家一齊唱歌，唔係互含，係收翻先，唔好俾人哋屌你老尾話鳩我，冇互含，係互唱啫！啊，屌你老母啊！咁你諗啊？屌你老尾，你咪戇鳩㗎！呢啲咁嘅撚樣，甚至無以曾志偉呢種插科打韻、無厘頭鳩嘅呢啲嘅議員對答，引以為榮，話佢學用呢一種嘅方法喺呢一個嘅區議會嘅裏邊同啲區議員傾偈，咁即係由頭到尾你都冇當呢一樣嘢係 serious 啦，由頭到尾你都冇當乜區議員係臭死啦，你喺個區議會裏邊講嘅嘢都係講笑話、講垃圾、講 rubbish， 係咪？咁你諗下啦。香港的政府墮落到如斯地步，你叫香港的市民還怎樣去相信警察？你這所謂的私人聚會之下有什麼下場？如果不是屌你老母東莞，大家想不想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想像這些這樣的淫蟲，這些這樣的垃圾過氣明星，這些這樣的完全不能守紀律，完全沒有自我約束能力，完全沒有 discipline， 只是酷愛食糞屌的垃圾警察，之後會做些什麼事？香港的警隊如此，其他的政府部門又會唔會嚇感染咗呢啲咁嘅冚家產大陸嘅東莞後街式嘅呢種嘅 entertainment 嘅模式啊？繼續係偷嚇呢一種啊，即係完全係唔撚檢點，完全係冇再紀律嚇，甚至可能會唔會用公帑去屌你老母唱機跳叫雞咧？我真係唔敢想像啊！大家嚇真係喺呢個時間裏邊都要認真諗清楚，我哋咪應該要再喺呢個城市裏邊咧，就係繼續生活落去。你一係就有一個勇氣。將你的前途去再改變，改變這個城市。如果你沒有這份的勇氣，或者你真真正正要你想一想，是不是要離開這個城市，在其他地方裏面，不要在這些烏煙瘴氣、屌你老尾污糟邋遢的地方過埋你的餘生。節目的結尾，我就真係諗翻起啊！依班咁嘅撚樣嚇，整嚟仲喺度唱歌，當中裏邊有條柒頭叫做朱經緯。朱經緯就可能屌你老尾，諗一諗，以前打人哋係咁依 fit 幾棍就坐幾碌，而家依扎嘅死黑警啊，屌你老尾奸淫掳掠、壞事做盡、殺人啊，屌你老母強姦、毀屍滅跡，乜撚嘢都做撚齊咁撚滯。竟然可以嚇，仲同班明星叫雞，足球隊大飲大吃，唱 K 開心。自己諗下，你受咗幾碌，係咪好撚無辜同埋戇鳩咧？當佢哋嚇唱依一隻朋友嗰陣時候，如果邊一個臨到最尾嚇，屌你老尾走撚咗音，由朋友唱撚咗為臭啊有咁啊，朱 Sir， 你會唔會覺得嚇佢哋諷刺緊你？係咪心中滿不是美意？咁所以依啲嘅片段，我見到一隻灰色嘅手嚇影撚咗相，其實係咪阿朱 Sir 你自己本身嚇？屌你老母一時睇唔撚開，一時見撚到啲同袍咁撚風光嚇，屌咁撚囂張跋扈嚇，一個忍唔起你個玻璃心作祟，將依啲嘅片段流傳咗出去咧，咁啊好撚難講啊，咁啊唉。無論鳩頭，即係無論離頭，見撚到依班咁嘅撚樣咁撚樣，真係唔撚使唔開心。只要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好似佢哋咁撚墮落，千祈唔好撚好似佢哋過埋依啲咁嘅屌你世紀末嘅風情，因為佢哋咧已經行到差唔撚到盡頭啊！屌你老尾，世界一定會懲罰佢哋，依啲咁嘅撚樣嚇、一定會受嘅，係咁多先。